我觉得这个是高级版的那个大鲁阁。1985年，优胜期。这边呢，就是阪神虎的一些历史。刚刚我们看到的是甲子园，这是阪神虎，是把它分开了，这样子会比较清楚一点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谁，那个井川庆一高啊，也是阪神虎的。那时候他还拿到那个日本的投手奖。井川庆啊，2003年井川庆一高啊，泽村闪。一高啊，投手奖。很可惜的呢，他被洋基签过去之后呢，整个人呢被骂他。看到谁认识的球员吗？小林板，小林板，他最强的外国人，应该叫井川庆吧？哦，新庄刚志，選んでいただいてよろしいですか？はい。可以看一次。没有九，一到九，一到这个九号选一种，选一号。OK。我们来这边体验一下 VR。後ろ棒、横棒、全部見れます。嗯。バックバックバックも見れます。後ろ、後ろ。振り向いて。このままこうぐーっと横でも見えます。ああ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ああ。じゃイヤホンしますね。耳機。イヤホン。イヤホン。你看什么？开幕典礼啊。是哦。对啊，哇哇。我们来体验一下高校野球。要先贴这个。对，先戴那个眼睛的那个。是历史馆的 VR。好了，来这边尝试一下 VR。虎战士，2022年，今年球季的球员。可是我对阪神虎一点都不没有一个认识的啊。所以呢，棒球是这样子啊，你要对你自己熟悉的球队呢。你看起来感觉呢会更有感觉。好，看完了这边的博物馆，还有吗？哦，好多字哦。棒球就是很多废话，对不对？像那个美国洋基球员呢 ，Yogi Berra 最多废话的 ，It's not over till it's over。球赛在还没有结束之前，他还没有结束。然后呢，他这边呢有一个叫做 B Stadium Course， 就是他可以打球打，然后投球。好了，我们来玩看看。可以穿衣服。对。还可以穿球衣哦，玩看看。三个set，还有球衣。可以穿，没有叫你买。
到日本就是要刷 GoGo Rewards， 有回馈哦。260多，260而已。我们来这边呢玩看看，它新的。这个是旧馆旧的，这个是阪神现在的，这个。啊，第一轮。有的，哎。急速 ，speed， speed， slow， slow， 对，然后球种，这样子上去。还行吗？啊！那我应该要从这边吧？好，我拍不到哎，等一下，拿到吗？哇，好快啊！那是慢的，慢的 ，OK， 是慢的。哇，自主啊，我知道了。这慢的哎，没了，是吗？多久？哦，十五颗哦。他说你时机抓得不好。我觉得这个是高级版的那个大鲁阁。啊！酷爱！最后一球。哇！好球！又 home run！ 又 home run！OK 的，再打。哦，那一个体验丢15球太多了吧？很厉害。哦，第二场是 flag 这个 pose。Batting， 什么是 toes batting？ 右打，球速厉害，耶，不错。蛋，换着，这个。换这个。好。OK。Start。这是什么？要打球了。